今天给大家带来国内新进的原创配件品牌，由魔玩部落出品，专注于让模型变得更好玩的理念，又一款泛用配件，泛用式休眠舱，速组实物分享展示。那么还是有请咱们的老朋友 EG 原组下场做个对比。本次产品附带水贴一份，更多的标识可自由选择增贴，而这次产品特点为旁边连接的泛用式操控台，操控台后方带有一个连接臂，可连接在休眠舱之上，上方的键盘和两个显示面板都带有一定范围的可动，同时扭动旁边的机关还能自由调整操控台的高度，对准休眠舱下方的插口就能与休眠舱连接起来。至于休眠舱在上方隐藏着一个灯组的开关，单机就会切换灯光的颜色，分别是蓝、绿、红和白，如果是双击的话就会切换呼吸灯循环亮灯模式。而顶盖也能打开，打开后可看到里面的电路板之类的，解锁下方的锁扣就能解锁休眠舱的直立固定，通过翻出下方与背面的固定支撑就能达到多角度摆放，前方的透明键能向上打开，里面带有一个固定用接口，也具备了高度的调整功能，同时也可拆除掉带有替换3毫米与2.5毫米的连接口，直接可以对着带有相对接口的模型进行连接上去，然后直接连接在休眠舱里面，盖上透明盖就完成了。不知道各位看官感觉如何？当然了，一般的 HG 也是可以放进去的，一般的1:12比例的也是可以的，一般7寸的也是没有太大问题。产品内也提供了舱与舱的连接键，足够多的话就可以连成一排展示了。那么今天我的简单分享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款新品再见。